下去就是了。这个角色是我这以往的角色当中没有过的类型，所以就很想去尝试。下面那个具体探讨网络直播这个，不是比较喜欢。人对你这样比心，或者是这样比心，请你一定要警惕。大家吃炒米粉一定要加很多芹菜。我的爱，在我的字典中，只有鸡肉炒米粉才是王炸，震碎整个炒米粉界。牛肉炒米粉的人一定会很讨厌我这次的发言。就是我假装那个，你假装发现好吗？好，假装发现，我演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说开始。你可以随时那个。这啥呀？啊，有没有脸？刚画好的。购置的榴莲真的非常丑、很奇怪，我从去年我妈妈喜欢吃榴莲开始，我也喜欢吃榴莲了。果然呢、果然就是妈妈的女儿。我以前吃不了，我也接受不了，靠近都很难，还怎么吃得下去？没想到，现在想到就流口水。今天吃了好多东西、它肉还比较甜，让我们在这里谢谢孟天老师慷慨地为我们买了榴莲。你现在闻榴莲的味道和以前闻有什么改变吗？感觉以前我觉得它很像那种煤气炉的味道，但现在也臭，但是是可以接受的。